呢，这个利维坦大家已经听到腻，不是啊，就是我们第一波主打歌是一首呢，带着一点杀气跟悔恨的一首，哎，你做动作吗？对，一首两人的对唱曲，这首歌叫做《比利》。哎。什么事情不一定如我所愿，重复我和你相遇的画面，我可以支撑，已经注定让我看见你之间已不见的你，让我听忘记什么场合了，都没唱过。亚洲影视，亚洲影视，这首，那这首歌呢？上次是就是只有真真跟华丽的版本，那首歌其实是他们三个人的版本。对。对。好像还有一个人。没有没有，就三个。哦，就三个。但到时候台上有很多人。
对，到台上有很多人，有很多事情在发生。对，但主要唱的就是他们三个这样。哦，所以我们没有，我不是听到一些鬼的声，鬼的声音不要控制它，这只有三个人。那时候我刚刚他是描述呢，比方说，如果你又再度遇到回忆中的人，是否有在延续过往生活的一个可能性呢？那你现在抛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。好，那刚刚小马他先去上厕所，然后先请我这边候场这样子，所以你其实也不用上来了啦，因为要开始。对，我就想说，但还是露个脸好了。好，那他们想看，他们想看。报告。好。好。好，那现在就欢迎呢这个华丽佳宇，还有登登帮我们带来的这首《眼底的回忆》。在戏里面呢，这边会有一些戏，大家都进了剧场就知道这个戏是什么了。对，会讲一些话，演一些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后面就关了。能够去爱和被爱，才有存在的意义。每天每天。更接近昨日的痕迹，回到我们唇角留下的过去，无所谓许，只要说一句早安，喜欢生活就能继续下去，把过去不堪回忆都。就坐到这边，就坐到一边，大家来看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坐太多就没有那个。谢谢，那这个，所以呢？没有，其实我们刚，因为我们刚还可以在那个拉塞 corner 一下，就是那个我们刚跟佳宇啊，因为他们这边的走位呢，其实就是是 for 现场的，因为剧里面就是拉一个他们各自很多人在演戏的一个空间跟走位，然后你刚刚就跟佳宇说，哎，那佳宇你就在后面那个中性的游子，就是我本来是想问他，就是以一种很帅的这种方式这边走，然后又这样再走回来。但是但因为刚没有试过，所以这样有点尴尬，对不对？佳宇，好像你就踏不出这个步伐。其实我走每一步之前都考虑了一下，还要不要再继续走？你在想什么呢？想说是踏出去还是不踏出去是吗？是还要不要继续走下去？好，这些我觉得你走得很好，虽然你走到一半就放弃了，但我还是觉得你已经放弃了。好，
好，那我们就是先，你们三个都还是要必须有在场上，都还不能走，没有错。那这首歌呢，之前有在那个记者会的场合表演过。那因为立伟堂呢，除了刚刚大家听到这些比较悲伤的歌曲呢，我们其实里面也有一些比较疯的歌曲。然后对，然后今天出来，等下会出来这一首呢，是大概很疯里面比较不疯的，因为它还有更疯。对，还有那个没有最疯，只有更疯。对，没有最没有不疯，只有更疯。对。那这首呢是由立伟堂全员一起来表演的一首歌。那这首呢是里面一个人物的角色歌。那这个人物呢，他是渡渡鸟。那大家都知道呢。好好好，我跟你们一样，我在内心跟你们一起尖叫。那这渡渡鸟呢，他有个身份是表特版的版主，大家都知道表特版是什么吧？大家都知道吗？对对，有人上过表特版吗？没有，就是呢，那这有哦，哦。是假的，你还是说上去 check 一下？你说上去看还是被发上去？是被贴上去找说，我要找他，还是你们有发文说我想要？是被找人的。好，那后来有找到吗？哦，你看表特版就是那么神，大家都在表特版就是这么神。对，那这首歌呢是这个渡渡鸟呢以表特版版主的身份呢来跟大家介绍，就是。表特版要做什么，或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？那我们来欢迎呢，这个渡渡鸟，那个就是太多人，立伟坦演员呢，帮我们带来这首表特大神。